那个那什么，为什么有星星？他很重要，他很重要。那个人像那个东西，对 ，star 最近有点红。啊，最近对对，最近电有他。怎样提示谁啊？他那个谁啊？那个嘛，什么队长啊？没错。对对对对对，老师，还有啊，在哪边做什么事？在哪里？在哪？在山上啊。对，他做什么事？很重要，美国人都爱做一件事情。Barbecue。差一点，差一点。我们的说法会什么？我们的说法。烤肉。不不不，是另外一种。嗯。在盘子上。对。哎。炭烤。比较大火锅。你看这个煮，老师你要看煮了。几分熟？几分熟？哦，干扰一下。吃牛排啊。太简单了，我一直穿板啦。对，穿板。太好笑了。加油。可以解一些什么事，好这是个动物，那个现在讲不好笑，是狗啊，十二生肖，对，然后这不是大便吗？狗改不了吃，改什么地方？这不是这个答案，哦，不是这个，不是这个，是我觉得你蛮厉害的，在什么地方？在海边。哎，你是把做地球啊，地球。不是。你们可以提示一下。这是什么？你看。山啊，山。不是呢。山啊，云。你看山怎么会有这个？我是鱼的。海啊。海海。哎，对对对，啊，什么在？那牛。那山那等大海。什么啦？看过不看过？你们太久了。对，很久了，很久。他讲一个送信的。对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然后男主角是刘烨嘛，对不对？对对对对对。对啊，那人那狗那鱼，对啊，然后在山在海边啊，然后做什么事啊？做什么？你在编你的故事，在猜呀、啊？狗在海边大便。可是你看它，那我们刚刚怎么会有那个？这是什么？你猜？这是牛啊。不是特别对狗怎样？这是什么？这是解释型啊。这是什么？狗很饿。不是银狗嘛？狗这是它的什么？鼻子啊，对，然后这是什么？闻鼻什么？鼻屎。对，答案是小狗在海边挖鼻孔。哦，哎，那这个是什么？请问这个跟这个有什么关系？太对了，不小心画错。好，那再选出一个人。好，还要啊。